谢谢，多谢。哎，这头给换了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我变。我变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试一下。嗯，假鲜浓彩。这马蹄干加蒸饭。对对对。哎，里面还有蛋黄哎。有。啊，也得是当鸡啊，是蛋。卖那个我嘛中欢喜，啊，甲你这个老弟，老弟你啊，会使啊？你甲我留着，你甲问讲电话几番，啊，问好，伊亲就弟兄的，我无法度通去弄伊，啊，你敢问一下？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啊，啊有，问看有男朋友无？问一下，进来，问一下啦，拜托的。啊，没有。 是五位还是无？五位拜托五位，你安尼唔好记啊，好好好，啊你做朋友可以啊，是吧？啊你叫你来这拿纸笔，啊等，好，老等的，鱼啊鱼啊，真的拿纸笔，你可爱，啊不是，不是不是，小姐，你拍那桌子。 你敢喜欢家里吃四个啦？你吃四碗啊？你就吃那个啊？啊？你只有四个？哇！太厉害！不要这样，人家都不好意思。可以问你的体重吗？体重？啊？先生，你是要问这个吧？慢慢再问三个。 来来来来，为我谢谢哇！这陶哥做人实在太好了，真的帮我瞧好了。啊，我今天热心呢，他们很热情，热心。我今天就不回台北了，我告诉你。你们，我最近是刚刚自由嘛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不是每次离开我终于自由啦！啊，好。 哈喽，彩静，是他要的，<笑>快哭出来！<笑>他快哭出来，等一下，彩静是他要的。哦，也没有很开心的样子。最后这一位你应该要很开心，其实是他要的，<笑>真的很开心，你看，你不要背下来好不好？<笑>对对呀、啊。好了，我们赶快去喝我们的冰咖啡啦。 哎，这个人能够飙出那种色胚的那种，那就是跟你要那个感觉。对啊，住很远吗？啊，我妈是台南人。啊，真的、啊？中正路呢？真的吗？有没有看到？还是同乡？太好了。 待会儿再聊了啊，机器再拍很多话不好意思。好啊，走了，冰咖啡了，走了。别耍娇了，快点。哦，好吃这人呢哦。啊，内底有冰果汁人啊，你无？啊，你那游览车拍，甲规条路都条条海，我半点钟拢袂当过。啊！哦。你们两个好怕的呀！来，你这边小妹来哦。 哇！你穿这包啊，袂歹看。行，来参观，来参观。笑什么？哎，我看到 NONO 哎，在哪里？在那里。NONO哥。哎，用照片跟这个对证，找一下。哎呀，没想到 NONO 和星星还是哥们儿呢。
我们刚芋头冰来这边哦，这里有很多这个雕刻的东西，哎，这边有芋圆，啊，都没有人哦。康哥，这好好看哦。都没有人哦，嗯，这很好看哦。嗯，王大哥，好，就报你的账了。一堆啊。哦，你是主人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康康，我是康康，阿姐爱丽丝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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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阿姐足贵呗，没，上少万两，这一条爱偌钱？哦，八六八八，我只五六百的你咧，安尼哦，哎，这上少的，来了，挑一条嘛，对不对？我送你嘛，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啦，真的吗？来了，老板，你们最大的是哪一个？最大的，最好的，最大。最大并不，啊，这一个偌济？500了。啊，这刚过来了。哎，拉开啊！哪里拉开啊？哦，这几万辛苦来。哎，阿勇，阿勇啊！阿勇，阿姐怎用恁老爸也唔知啊？阿姐用你啦。好，来啊，你来啦！阿勇啊，这水啊，阿勇啊，阿勇啊！哎呦啊！哎，一直来的，我这么害羞啦？你爸爸都没更小，爸爸都没害羞。哎妈，阿你这五包吗？哎，我的面皮正式拍袂过啊，那不？真的哦，真的啊，火箭筒拍袂过啊。好啦，我等下卡寄五包你啦。好，啊，袂记就算啦。来去，来去。老板，来我们一个冰果汁。哦，来。Lady first。嗨。对对，来。Gentlemen later。这句是啥？我讲处女优先，女士优先，以供绅士最后这样。之后，之后，对啊。安尼好啦，冰果资料我差不多爱来离开啊。对啊。有芝麻，芝麻，咱来找芝麻那个。芝麻。哎，烧饼油条就芝麻好，芝麻走。跟你们介绍，这个就是台糖啊，这个旗山的糖厂。哎，对对对，那我的当兵的烤肉串啊，真的吗？我们来这边吃冰棒，来这边吃冰棒，好不好？老弟，假冰棒哈，啊，我当兵的朋友你来这边冰棒，请冰棒，请冰棒，好不好？冰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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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还要共鸣哦，嘴巴要共鸣哦，对啊。不简单，哎呀！哇，里面，哇，旗山糖厂，这内底有卖鸡鸭冰的哦，鸡鸭冰啊，冰棒，冰棒吼，冰棒嘿，爱生的啊，好啊，好啊，盖小姐的 ，OK， 哎好，好啊，这叫小姐帮我盖。好，不啦不啦，不是，不啦，开玩笑，没有没有，经理来了，经理来盖小，爱是盖敬安尼哦，嘿，盖敬哦，爱食啥物盖敬哦，啊，给你给你给你。啊，这得叫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芋头冰淇淋。芋头了啊，芋头加上这啊，它都已经有加芋冰啊。啊，这个是酸梅。酸梅。啊，这是酸梅。啊，这个桃果粒。哦，这个是。这是核桃，对不对？这个咸鸭冰。哎呀，咸鸭冰哦，哎呀，咸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现场开放5分钟，让我们吃，是不是？没问题。真的吗？马上。兄弟们，开始，赶快，自己拿自己喜欢吃的。我要讲酸梅啊！哎，集合！哎，你背包没炸啦？背包没炸啦？还有拿一只而已哦。你都拿一只而已哦。啊，宝鸡拿一只哦。宝鸡啊，大宝鸡啊。哎，那经理没有了，因为哈那个，我讲说拿多一点会比较便宜啊。哎呀，给他往前啊，好。啊，你这边哦，给他往前。你这样，你这样，开玩笑，拿太多吃不完，对，吃不完，好吃拿一个就好了。宪哥，哇